陌生，买单。李小姐什么时候到？她说她马上到。哎，这茶挺好的。哎，啊，来了。哎哎，来，李小姐，哎，你请坐。进去以后找个适当的位置坐下，绝不能让钱德勒离开你的视线。文所长那边情况怎么样？还在吃饭，估计短时间内完不了。日本人有什么动静？和我们一样，一直守在外面。继续监视，绝不能有一刻放松。日本人此次行动的人数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，他们肯定会有所行动的。是。
对方是从窗里进来的。是。只有一个。是中国人吗？我没看清。这是刚刚拍摄的文件，还差最后一页。文件在哪儿？还在桌上。你回去吧，走后门，别让你父母看见。去。为什么不阻止？开始我没发现，他们是悄悄潜入的，听到枪声我才发现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无法阻止。他们跟谁交火？不知道，不过肯定不是咱们的人。奇怪，钱德勒刚刚明明还在酒吧，会是谁呢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去看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去吧。啊，没什么，可能是进了小偷了。对不起，我去洗手间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来，阿静。你的衣服很漂亮，谢谢。你的也很好看，谢谢。你和维君认识有多久了？我们认识的时间很长，我们两家是世交。他出国留学前，我们就见过面了。哦，认识那么久了，那后来呢？后来，他就去美国了。我们很久没有再见面，再后来他回国了，一直很忙，我们也极少联系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的？在南京的时候，我开始在他家照顾他的生活。在南京的时候，我去过他家，我们见过面吗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呢。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还没有定呢。很可惜，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。其实最可惜的是，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不，我已经听明白了。你想说的是，其实最可惜的是我和维俊没能举行婚礼。是的，是的。本来我们是可以举行婚礼的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。对，阻止你们结婚的只有你们自己。是，我们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缺陷，都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伤害。我不认为这是缺陷。不管是什么，我们都不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眼泪上，而我们自己却要终生与眼泪相伴。你后悔吗？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重新选择吗？我已经无数次问过自己了，
你爱你的丈夫吗？我的爱是那个一个人，我已经给出去了。那你丈夫他知道吗？知道，他很痛苦，但也别无选择，因为他爱的人只是你。我也别无选择，所以我只能尽力做一个称职的妻子。我很理解你丈夫爱一个人，但他所爱的人却爱着别人。不，你和我丈夫不一样。维君既然能选择你，说明他已经从那段经历中解脱出来，决心重新开始。可你解脱出来了吗？我这次到香港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给他，同时也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想为自己持续这么多年的感情画一个句号。交代什么？怎么交代？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请你放心，我会永远退出你们的生活。结对了，先生。哦，出什么事了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王浦江先生。钱德勒先生，你好，我叫王浦江。你好，你们是特工吧？是的。您不在的时候，您的房间出了些问题。请。这是什么东西了吗？你给我的密码资料不见了。你是说你是关于紫光二号的资料？是的。还有别的吗？我看的时候做的笔记。透过这些笔记能看得出你破译的思路吗？只是一些粗浅的想法，没什么价值。是谁干的？日本特工，恐怕还有别人。当时这里发生了枪战。这里发生枪战？谁？有你们的人吗？没有，我们的人当时都在餐厅那一层保护文所长的安全。那到底会是什么人呢？我们通过了香港警方，正在继续调查。那这么说，我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。是的，但是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。希望如此。那我问你，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重庆？我觉得那边可能更安全一些。我也这么想，不过还要再过几天。哦，对，对，我的测试还没有完成，对吧？是的，这是军方高层的命令，有些问题我们还要再深入探讨一下，希望能够很快达成一致。我明白，这是例行程序，放心吧，我会尽力配合。谢谢你。另外，我们有一个小组正在这里监听日本人的电台，希望能够多截获一些紫光二号的电文。我更担心的还是我的安全，在我的房间里居然发生枪战。我个人的看法，你的安全不成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日本方面负责此事的是你我共同认识的一位老朋友，山本康夫。你还记得他？咱们这个世界密码天才不多。那你也应该知道，紫光密码正是他的杰作。他到香港来了？是的。他来干什么？主要是为了摸底，他要亲眼看看当年的这位老同事是否有能力破译他的紫光密码。如果我具备呢？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下令干掉我？我相信他不会下令杀人，尤其是对你和我。对，对一个自视甚高的数学家来说，从肉体上消灭对手，这无疑等于承认他的无能和失败。所以对我们自身的安全不用太担心。文所长，还是不能放松警惕。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
此次日本人派出了大批的特工，而这些特工并不完全由山本康夫控制。是啊，就像你们的行动也不由我控制一样。王处长，我会按照我的方案继续工作，也请你按照你的计划行事，我们互不干涉。文所长，我只有一点要求，不论你们干什么，到哪里去，请一定要提前通知我，绝对不要单独和对方见面。可以。上校睡了吗？没有，上校在里边等你。好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在钱德勒的房间和日本人撞上了。他们看到你了？应该没有，我一直都躲在暗处，但他们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怕他们跟踪我，把整个香港兜了两圈，我才敢回到这里来。日本人对钱德勒如此感兴趣，恰恰说明他不仅仅是个退伍军官。是的，日本人感兴趣的东西和我们是一致的，可惜我比他们晚到了一步，来不及拍照，所以我只能把原件给拿回来了。根据这上面的字体和内容，文件分为两部分，一是日本人的密码，二是钱德勒的破译思路。可惜只是很粗浅的一些想法而已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。我不这么看，日本人的密码显然是中国人交给他们的，根据时间推断，钱德勒也只是刚刚接触到这些密码。美国人的密码水平虽然比不上我们大英帝国，但是我们的黑市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德国人的密码上，根本顾不上远在东方的日本。但钱德勒确实已经退役了，而且到香港的只有他一个人。上校先生，我认为凭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破译如此难度的密码，何况这个钱德勒的专业和我们是一样的，也是德国人和苏联人的密码。不错，你分析得很对，但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是什么？这次在香港接待钱德勒的并不是中国的普通军官。这个我知道，好像是中国密电所的所长，还是个中将，好像叫什么什么文维军。对不起，我永远搞不清楚中国人的姓名。我以前也是，不过这个名字你要特别记住，就像记住钱德勒的名字一样。为什么？20年代初，文维军和钱德勒同在美国的密码工作室，是同事。哦，真的？就在前不久，文维军成功破译了日本人的紫光一号密码。我不明白，如果他真的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从美国请一个退役军官呢？我也不明白，我还专门请了一个我们驻重庆的武官进行调查，他们说好像关系到几个部门的权力分配，有人想借用钱德勒来削弱文维军的权力。我更不明白了，现在中国的局势已经如此危险，他们怎么还会有精力搞这种把戏呢？也许这正是他们局势危险的根源之一吧。好了，我们不要替他们担忧了，我们远东舰队最大的敌人和中国人的敌人是一致的，我们要尽快破译日本人的密码。是，我的任务呢？继续跟踪钱德勒，密切监视他所有的行动和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。是，但钱德勒过几天就要去重庆了。你不是一直抱怨香港太小吗？重庆是中国人的临时首都，那里更大更热闹些，山城很美啊。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任务了。
进。这么晚了有事吗？这是什么？您看一下就知道。是中国人接过的部分密码，他们已经发现了紫光二号密码，而且正在全力破译。那这又是什么？您还是先看一下吧。坦率说，我不喜欢你这副神神秘秘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也不喜欢这样。但这份文章是用英文书写的，而且专业性太强，我真的无法说清它的内容。这是钱德勒的东西。是的。我再问一遍，这份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当然是从钱德勒的房间。你答应过我要按我的方式行事。我们正是按照您的方式提前了解对手的底细，否则几颗子弹就够了，何必费这个周折？这是偷窃！钱德勒如果知道是我干的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他？请您放心，他不会知道是我们干的。而且我们原来的计划只是抄写文件的内容，不会惊动钱德勒。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也进了他的房间，而且拿走了文件的原件。什么人？现在还不清楚，我们正在全力追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再私自闯入别人的房间，无论是钱德勒的还是文维军的。山本将军，这件事情的对与错等回到日本之后由小川将军处置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您根据这份笔记做出判断，对方是否能在短时间之内破译紫光二号。哼，能怎么样不能又怎么样？说到底，这只不过是我们几个老同学老同事之间的智力较量，不需要外人插手。请您明白，紫光密码的安全绝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情，它直接关系到大日本帝国下一步重大军事行动的成败。我当然知道，否则我为什么会答应来香港？不过请放心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摸清对手的底细。您打算什么时候见钱德勒？明天。明天晚上香港总督有个欢迎晚宴，钱德勒肯定会去，我那个时候见他。很好，山本将军，您摸清了对手的底细之后有什么计划？计划？你什么意思？您应该很清楚，如果对手确实有能力破译密码，而您又说服不了他们为大日本帝国效力，那么结局只有一个。是什么？绝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香港。这绝对不行。山本将军，我并不是在征求您的意见。高将军，等等。这件事我要直接向小川将军报告。当然可以，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有专线电话，您随时都可以去。好的，不过在小川将军下达最后命令之前，你绝不允许采取任何行动。你听着，我这也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如果你敢擅自行动，我一定会把你赶出紫光总部。是，将军。
林小姐，厉主任，能到我车上谈谈吗？谈什么？当然是你会感兴趣的事情。你姐姐好吗？她很好。调查局按照惯例对你姐姐进行了调查。我知道，结果怎么样？她说的情况基本属实。基本属实。有些细节还无法核对，毕竟是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嘛。我明白。是啊，你应该对日本人的情况很清楚。厉主任，您深更半夜开车追我，不会为了问这件事吧？你说呢？您是调查局的主任，我只是个小小的机要秘书。您如果有事，大可以打个电话，随时召见我。我知道，可这不是我的办事风格。我喜欢突然袭击，人在这种情况下，往往来不及准备，容易露出真相。您从我这里想知道什么真相？我想知道这照片背后的真相。照片上的人是你吗？是。这上面的签字是你本人写的吗？是。林小姐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吗？我一直在等这一天。
我知道这些东西迟早是要出现的。你是说日本人要用这些东西陷害你？我现在说什么还有意义吗？当然有，所以我才单独来见你。我相信这些照片的后面一定隐藏着一段惨痛的经历。我干了几十年特工，和日本人打交道也有七八年了，他们的把戏我很清楚，搞出这些东西就是让你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。林小姐，你愿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在想亲啊。你看你这些娃娃，现在在重庆，想要买到这些，不知道要费多少心血。是啊，他对你真是很好。有些时候甚至觉得她是姐姐。这次重逢，他变了很多，好像一下子成熟了。离开南京的时候，他受了很多苦，经历了很多事儿。我问他了，可是他不说。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觉得越是对不起他。有时候，我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。你如果总是这种情绪，早晚有一天被他发现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控制的。行了，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茶我已经给你铺好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谢谢。我们是未婚夫妻，不许再这么客气了。好。就是毛祖和将军的家了，我们就在这里把话说清楚。你要我干什么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。我没有误会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不会大做文章继续追查，才肯把这些照片收起来，永远不要让别人看到。林小姐果然聪明过人。难怪毛祖和将军如此器重你。
你刚到密电所的时候，我们调查局的人曾经找过你。我记得。当初那些建议依然有效。我知道你和毛祖和将军的关系，我不会愚蠢到让你背叛他。但你还是要我协助你控制密电所。是的。虽然上面的意思是让密电所独立运行，可近一段的情况表明，这些书生没有能力解决复杂困难的局面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和你争辩，我只是个小小的机要秘书，我的权力实在有限。你听好了，我要你做的只有两件事。第一，你掌握的所有机要文件我有权随时调阅，这一点你应该不难做到。是的。很好。第二，文卫军在香港，密电所现在由黄永清负责，我要你施展你的个人影响。对不起，这一点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过去我确实和黄秘书长有过某种关系，但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怎么结束的？因为什么？你应该去问黄秘书长，是他决定的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几天前，毛祖和将军和郭主任都在场，他们可以作证。你们的事儿我不想干涉，我现在只想听到你的最终决定。我们能达成协议吗？不能。是不想还是做不到？都有。身为机要秘书，擅自泄露机密是要坐牢的。而第二点，我刚刚说了，我对黄永清秘书长已经施加不了任何影响了。林小姐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慎重考虑再做决定。我知道，我也知道拒绝你的后果。可你还是拒绝啊。是的，我别无选择。把这些照片带上吧，我洗了很多。一旦黄永清知道这件事，他又会怎么样呢？我不知道。这是陷害，这绝对是无中生有的陷害。我要你下一道命令，林琴必须立刻离开机要室。这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不会下任何命令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。我有过那样的经历，我不可能清白。你皱着眉的样子很疲惫，我知道做个男人很累，就用所有温柔给你抚慰。